当年什么时候来这里？那，我问他，对，是。先抱着你干嘛？对，当然啊，那个在日本的都是用机器做的，所以味道完全不一样，没有那么味道。日本奥赏一走，我们才笑方先生说，现在做的是国际贸易哦，没想到他可当仁不让的打起来了，说以前去加纳，当地的黑人做蜜蜂的方法是把米煮熟了晒干，用油去炸，再淋上一大堆咖喱。方先生说，那一看知影歹食款。后来台湾蜜蜂给因试一摆了，哇，那麻烦嘞，很吃很调。台湾蜜蜂哦，不是你臭蛋啊，他说世界一的。他还告诉我们说，不仅是那个日本奥赏哦，老实说，不是我咧臭蛋啊，有人找我去日本福克家开店呢。他说没有去的原因，是因为怕去了再回来的时候，顾客还有市场，说不定就被人全部占光了。而且他说日本总不是咱家己的所在，阿嘛惊带袂掉，所以。就怕不开卡，只好心甘情愿在自己的土地上向自己的同胞开炮。要做啊！你当时讲，咱若无做，阮两个做，伊感觉呢足袂过心的，讲两个拼到足辛苦的，足艰苦的，安倒发酒。反正也无想要做啊。反正也讲礼拜日，比如讲下早做做啦，下晡因就要休困啊。阮就想讲，阮两个踮厝里嘛是咧做，也袂从啥啊。车驶着，搁要来做啊。啊，伊就想话想，伊去伊要去耍嘛，耍了都袂落心啊。伊就我拄仔遐搁来啊，就搁倒做啊。所以讲，阮的囡仔足乖啦，拢足乖啦，安尼。因都若咧做，拢辛苦的，拢要倒做安尼。我吼爸爸妈妈拢两个咧做，安尼对安尼啦。嘿啊，啊无即款是足辛苦的。即摆较快活，较早有个拉的吼，足艰苦的。嘿啊，拉到这腰酸。暗时咧困哦。拢困袂好啊。困袂好啦。嘿啊，伊拢食咧手骨力嘛。伊早拢爱靠骨力。拢食手骨力啊，啊拢食这。啊，拉到哦，这这暗时咧困，爬袂起。拢爬袂，拢倒安那，无倒安那。食过咸水的人，头壳。真的比其他人就多那么一点点子。近年来，除了捧蜜蜂，方先生也多角化经营起来，兼做一些米茶粉啊、米糊啦、杏仁茶等等冲泡式的食品。他特别推荐独家秘方的杏仁茶，而且要工作人员试吃，并且配上电视广告的旁白，说：“赶快动一动，等下还阁食咧几啊碗。”两个小孩，老大刚退伍。老二面业兼部，就像方先生夫妇所说的，真乖。小时候开始有空就帮着爸妈做生意，跟久了不用学也会了。或许是看着学会的，所以不仅技术，连动作都保证是方先生的真传。一旦儿子操炮，当爸爸的就在一边量。一边看着仿佛年轻时候的自己，有时候心里笑得连客人都忘了打招呼。比如说摆在店头啊，人家不会，人家一定不会嘛。人家一定看这个习惯的，人家在路边走，这样菜场走，他才其他拿过来。哦，他可能以后做人就做一些批发的东西。
如果你还以为米汤的材料用的只是米，那你就错了。21世纪的米汤已经变成代名词了。材料除了米之外，现在连小麦甚至通心粉都可以拿来捧看卖，拿来捧米汤。迄阵哦，伊嘛较早啦，较早伊嘛人客摕米来咧摆伊嘛，一工的阵哦，拢放百外磅啦。吓，我上暗放伊放八六加迄个暗时四点，深更的四点，暗时，放啊四点，放啊四点。哈，人客啊，搁伫摕米来，我落用慢拜托咧，哦，现在人都不提了。手上捧。嘴巴也崩，黄先生最新的产品是崩通心面米汤，听说销路奇佳，通常还没有摆上摊子就被抢光了。不过黄先生说，试爆的过程大概跟试爆原子弹没有两样，牺牲了无数材料还有时间才成功的。他说，这叫做有样看样，无样家己想。一天生意下来，一家人轮番上阵超炮制造。虽然有机器可以代劳，但是还是会累的。趁午场刚过，黄昏场还没有开锣，个人 QK 一马死去了。此刻的葫芦岛市场，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，叫做西线无战事。不过等一会儿还是会炮声再起，继续一炮炮出台湾传统好滋味。而对黄先生来说，则是一炮炮出白花花的新台币。当初看到阿伯的时候，就对他那一手冲面茶的功夫吓到。阿伯自己也很自豪，说冲米碟就是要稳、要准、要狠。稳指的是提水壶要稳，准是一定要倒到碗里面，总不能烫到手。狠就是要给它狠狠的冲下去，这样米碟才会起泡，才会香。台湾念真情，跟大家来博感情。看今天的 rundown， 知道台湾念真情的制作小子是多么体贴。看完了米香，吃完了米汤之后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饮料。这个饮料现在也逐渐在台湾慢慢结集了。奇怪，为什么念真情采访过的东西怎么老是在结集？希望省政府可以存在久一点啊！不过这个不是开玩笑。我想在冬夜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以前常常听到，你不要以为是小霸掌，对，的确小霸掌可以温暖很多人的心，或是天。用想象来让自己肚子饱一点。不过我觉得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冬天的夜晚，我喜欢听到一个声音，嘟，很久而且很长，你气再大都永远赢不过它，而且冒着白白的烟雾，那感觉给那感觉是温暖而且明亮。我之所以明亮，是因为那个车子上永远一盏小小的灯，可是在冬夜里面看起来是特别温暖的明亮。你猜对了，米碟。我想台湾很多行业自从24小时开放的所谓超级商店开幕之后，它已经慢慢走入历史了。我们今天去找到的是一位卖米碟的阿公，蛮可惜的，听说农历过年后他就不卖了，因为他觉得好像应该休息了。在他休息之前，我们一起去跟他卖一趟米碟吧，也许我们再回味一下那个声音。看一下，记得在一次外景工作中遇到卖米碟的阿伯，只因为是太久没看到这种生意吧，那种意外的欣喜让我直接就跟阿伯说，我们想请阿伯当我们的男主角。阿伯有一点害羞，不过经不起我们死缠烂打，只好答应。不过阿伯不识字，他从来不记地址，只是告诉我们说，就住在台北市太原路双连市场那边有一个变电所，旁边有一条巷子，里面就是了。
不过阿伯说，除了他以外，还有一个82岁的阿公也在卖。外景当天，地方倒是不难找，只是阿伯住的老房子倒是让人家印象深刻。这栋老房子里面一共住了20户人家，都是外地来的分租户。和美姨阿姨聊天之后，我们才知道，房子虽然旧，而且环境也不好，但是住久了也有感情，就不会在意那么多了。卖米店的阿伯和阿公都是因为做到晚上11、12点才休息，所以大部分都是睡到中午才起床，下午1、2点钟再出去做生意。出门前得先烧开一大堆水，再将面茶粉、太白粉、泡饼、糖等等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，然后再准备上路。无啦，迄阵啊，我家一个人查某的啊，人拢会甲我好，我着性地足歹，我着，迄个物件招牌卖掉卖掉，我怎去买一间厝啊？买，怎我怎欠台北四界流浪，看报纸，看人要应征剃头店，人要请，洗面巾，迄阵洗面巾开始7000块做甲2000、2万八，啊怎？阿公还有阿伯都是宜兰人，阿公以前是在山上凑茶，后来木材生意不好做，所以才来台北跟阿伯学卖米茶。在以前的时候，所有专门批发米茶的工厂，只要跟他买米茶，老板就会提供推车跟所有的隔西做行李。鼎盛的时候有20、30辆的米茶车。现在阿公的推车还是当时老板结束生意之后，他用1000块大洋买过来的。车子虽然旧，拉起来倒是还很顺手。不过问题比较大的是，穷米茶的茶锅倒是提回去宜兰补过好几次，因为在台北市要找到包白提来的店，实在是真歹找。安尼讲，伊就知哦。安尼，你直接搞，来，就跟姐姐分。